今天事情我已经压了下来，但是我怕还是会有人去恶意传播，你知道吗？用来，我需要你去帮小小澄清一下。苏小小到底哪里值得你对她那么好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？我不要。那算了，明天我自己开发布会解释吧。你居然还要为她开发布会？你对我都没有那么上心过。小小，小小，医生。小小。你要是喜欢听，我天天跟你讲。